我不是耗子，我是人。哎呀，是谁呀？你是谁？啊？你是谁呀？我的妈！这家里怎么还有人呢？谁？我是小，我是小区保安。你来干啥呀？啊，没事儿，我过来看看你家下水道堵没堵。你咋进来的？我。啊，你家门坏了，我一捅就修好了。我修好了门。那个妹子，你别害怕啊，我绝对不是什么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我是好人呐。那个没啥事儿，我就回去了啊。大哥，你别走，家里有耗子，我害怕。有耗子？啊，搁哪呢？耗子？我看不见呐。你看不见？啊，我是个盲人。一点也看不见呐？看不见。啊，那还行。那个，你家还有别人没？没有啊，就我自己在家呢。啊，你看你在家没有人，那行，你先坐下吧，别害怕啊。啊，别害怕，你小心点，真看不见是吧？看不见呢。啊，那你坐这吧，我帮你逮耗子啊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那这耗子跑哪去了呢？哎呀，我看看啊，在哪儿呢？那耗子，那个，哎呀。这钻哪儿去了呢？这耗子呢？啊，在这儿呢！嗨，那个，跑了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别害怕啊！谢谢你。完事那个，有啥事儿往物业打电话，啊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行。电话，大哥。你电话，是你看看在你脚底下去吧，脚下啊，找着没？喂，欠费了，行，我马上交，谢谢啊。那我走了，妹子，我那边还值班呢啊。大哥，看见我钱包没？钱包，对不起，我真没看见。你自己放哪儿了？你再找着吧。我不行，我这边有急事，我得先走了啊。我爸要回来了。你爸？我爸是警察。警察？我家有监控。搁哪呢？那监控啊，我咋没看见呢？隐形的，当然看不见了。那你。妹子，那你咋不早说呢？你这不坑人一样吗？我这那个没看见呢。你妹子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错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保安，我是偷东西来的。大哥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偷东西的了。不是你到点能看见不？我是说我感觉出来的。老妹儿啊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千万，你爸是警察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我这是头一次，我妈得癌了，现在在医院住院，没有手术费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、啊。我一个打工的，没有多少钱，我这是头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看你告诉那个，告诉你家警察叔叔，把那摄像删掉吧，那要我妈石头，他就活不了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一点没撒谎，我改过自新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
我家没有什么监控，我爸也不是什么警察，都是我编的。不是你不知道我是贼了，那你怎么还敢跟我说实话呢？大哥，你坐这儿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大哥，其实我的眼睛能治好。那你怎么不治呢，老妹儿？就是因为没有钱嘛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他跟你年纪差不多大，但是现在在监狱里。他就是因为想给我治好眼睛，才犯了和你同样的错误。但是我哥是好人，他真的是好人呢。大哥，我相信你和他一样是善良的人，我不希望你自己毁了你自己的前途。老妹儿，你放心，我向天保证，我向天发誓，我这是最后一回，也是头一回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请求你原谅我，行不行？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。那行，那你在家注意点安全，那窗户门什么的都插好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大哥，我这有点钱，你拿去给阿姨治病吧。妹子，这钱我不能要，我你收下吧，这都是我自己打零工挣的钱。妹子，哥在你面前太渺小了，以后我就拿你当我亲妹妹，我出去指定好好打工，多赚钱，我把你眼睛治好。你在家坐着，你等一下。干啥呀？我去一趟市场，我把你家门和窗都换成最安全的，我保证蚊子都飞不进来。大哥，大哥。